我数到三，就一起往前跑。一、二、三。救命啊！老师。嗨，大家都在啊。老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我在搜集明天生物课要用的材料啊。倒是你们下了课怎么还不回家，在这做什么啊？救命！啊，对，大胖，是谁把你害得这么惨啊？老师，这件事你不要管，这是我们男子汉的约定。对啊，老师，是上次带胖校外教学跟钱老大，跟钱同学借了1500。这个穷鬼欠钱还不出来，所以和钱同学签下合约，阿鲁巴一下抵100。老师，欠债还钱，没钱总要想办法还吧。嗯，你说的也有道理啦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大家一起把钱同学抬起来吧。为什么？要是将戴胖身上的伤换算成医药费，再加上你每天对他阿鲁巴的精神赔偿，我算一算，已经超过你借给他的好几十倍了。所以阿鲁巴一下抵100的话，钱同学，老师，欠钱不该用身体来还了，我之前都是开玩笑的，戴胖的钱不用还我了。你哦，阿鲁巴是暴力性骚扰，可能会让戴胖身体受伤，甚至造成心灵难以抹灭的伤害，更会触犯刑法伤害罪、性别平等教育法，绝对不是你们以为的好玩游戏。唉，戴胖的钱老师先替他还给你，下次再这样借机欺负同学，老师可没这么简单放过你们。是老师，我妈叫我赶快回家吃饭，我先走咯，拜拜。谢谢老师。不客气，帮你垫的钱之后还是要慢慢还我哦。身体仿佛受之父母，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，因此人人皆应尊重他人身体，不能随意侵犯哦。